警界出身的侯友宜接受专访的时候，重炮抨击民进党不把警察的命当命，搞实质废死却不敢修法。但现在金溥聪当他的执行长，作风更强硬，骂党内同志是脓包。前立委蔡正元火大反呛，金溥聪才是脓水。警界出身的侯友宜专访时怒轰蔡政府没把警察的命当命，杀警案死刑定验的犯人刻意拖延不执行，民进党搞实质废死违法乱纪。那为什么我缓废死？曾经我办过一个死刑犯，那他讲他犯罪过程的时候，他讲的还洋洋洒洒，讲得非常开心。那这是有的人根本当时所装出来的，好像悔改，那真的有没有悔改？我也不知道。不会，民进党说一套做一套啊。他说他支持废死，那支持废死就修法吧，不要玩双标。你不修，你老是在谈这个有意义吗？拼选战，侯友宜怒呛绿营，日前请来金溥聪当执行长，但整合还没看到效果。先看到金溥聪痛骂党内不够挺侯的人是脓包，蔡正元火大反击：你是会头号的浮选干部，却张牙舞爪要得罪韩粉，你真心在帮侯友宜吗？还是你想过去一样的，想要借着侯友宜啊，再掌握权力？来满足你个人那种病态的控制欲。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你真的不是脓包，你是包不住的脓水。郭台铭两次初选落败都翻桌，蓝军内部却还有人挺郭台铭，名嘴看不下去。像郭台铭这样的人值得尊敬吗？郭台铭是一个很可耻的人啊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啊。郭台铭你很丢脸啊，你有钱但是你一点水准都没有。金小刀把刀锋对内狂砍，就怕把党内势力砍到越来越分崩离析。记者杨杰、王志恩台北采访报道。